不爽，就要张开嘴巴吵。我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就要张开嘴巴讲。不是来搿闹忙，不是来夜班头做忙，为了赚点钞票去买股足球彩票，花了16块，中不着三等奖，奖金只有4块行钿，我是痛了心里想，还好老板叫。比我还要惨，中了2趟2等奖励本也收不回。发誓下趟再也不白相搿种骗人的戆赌游戏。每趟奖是几亿，问侬奖金何里去？领导勿怕吃力来勿怕苦，侪要带到棺材里想去。保安讲子真的是有够无耻，还有一帮坏孙子要去拨伊面子。看了眼里痛了心里，侪是阿拉个血汗兄弟，没啥道理。上头侪是猪肉，下头真是沙土。看我已经变成了习惯，就像出来污，哪能再好就是社会主义走的路？我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就要张开嘴巴唱。我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就要张开嘴巴讲。东方110每天侪有人死，为了一点米要去杀掉人家人。仔细一看，又是一帮民工乡下人，杀人放火抢劫抢劫，为什么总有人跑到上海打工，跑到伊拉克打仗？不杀几个日本、美国人，还是为中国人争光？美国人不算人，美国人就是一条狗，寻只借口就好去抢石油，还要虐待战俘，真的是人性没有。难怪老百姓要把人家割出头，日本人不算人，日本人不如一条狗。阿拉永远不得忘记日本人用生用死的手，丑陋的民族，恶作派的王国，要面孔的解释送给哪一个是手头的手？故事就是女时代，娘娘当中插丑。我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就要张开嘴巴唱。我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就要张开嘴巴讲。有啥好讲？其实没啥好讲。证明我讲来讲去，结果也不是侪一样。阿里天我好心刚，阿里天我好比刚，一天到夜比来比去，好像是变形金刚。阿拉老娘讲我没出息，工作没好交心，整天叽里呱啦像是老和尚念经。想想真是苦，一千多的工资，下趟哪能好讨老婆？啥都痛苦加上残酷，是我自家选的路，吃得苦中苦，最好做人上人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都是神经病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是真正的道理。Yo yo， 我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唱了还是老不爽。我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讲了还是老不爽。我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唱了还是老不爽。我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我真的老不爽，问他到底爽不爽。